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今天我们想通过一只小兔子去找朋友的故事来教小朋友们认识方位。这就是我们的小兔子小白，一会儿他就要去找他的朋友了。小兔子乖乖想出门玩玩，噔噔噔噔向北走啊，遇见大灰狼，快逃呀！向南走啊，藏着狐狸，快跑呀！向西走，哦，有块毒蘑菇，快躲开！向东走，太好了，遇到了小黑兔，好朋友们手拉手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我们的四个方位了吗？东、南、西、北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回家和爸爸妈妈也试试这个游戏吧。下次再。